小李，恭喜恭喜，成为 SICN 的 Top Producer。在这里呢，值得一讲呢，就是你永不放弃，是要达到目标的精神呢，是值得我们年轻伙伴们学习的榜样。小李，恭喜你能够完成这个三个大奖。我相信这三个大奖，除了你个人努力以外，有两大原因 ：SICN 这个全国的网络。有制度化，有系统化，再加上有教育化，这一些都陆陆续续帮你成长。小李他是一个认真又有责任感的代理 ，MBRD 金冠奖都是靠勤力、坚持的心而完成的。Yes， 小李加油！要你来讲出来，希望叫你回来。要你是比较做个 MBRD。你是阿布心中的骄傲，我给你一个赞，你吃饱未？男人硬态度。
英雄关，没人哭，兄弟情谊不能图啊。